再麻烦，婚礼也要办啊，怎么可以不办呢？哎，小姐，帮我们拿三杯水。嗯，还有这个，谢谢。这头纱尺寸我们要去改，一会儿我们去量一下尺寸。嗯，好的，谢谢，不用谢，谢谢啊。小小，你也做。哎，我觉得他们家婚纱挺好看的，好漂亮。小小，你选一件。一会儿你们帮我把把款。好啊，给你参谋参谋。哎呀，你看看。妈，赶紧拖走，快点，去你这儿去吧。我关门了。今天任务重。